旧历春节就要到了，南投县政府甲南投县主席商业农业工会来合作，做伙来推出地方的特色人才。县长柯淑华特别亲自总铺师来协助推广，餐厅业者展现好手艺，融入地方的农产做成料理，让大家当享用到属于南投的风味。旧历春节卡布瓦，南投县长柯淑华来准备做总铺师，结合在地餐厅业者，做推广着好食的年菜。每局总铺师依着流行做小的方式，介绍着自家的好料理。东坡肉啊，小排骨这些以外的话，我们今年还特地推出了比较高价位、用高档食材去烹煮的，闽式状元佛跳墙。那当然它的价位比较高的话，当然也是符合一些比较特殊的群众。鱼翅炖鸡，还有呢，过年期间一定要吃的红曲米糕，还有所有的朋友都亲戚在一起，那每年都会吃的蹄膀，我们今年推出不一样的，我们推出的是一个战斧猪排。除了呢是有这个非常丰富之外，最重要的它非常的有我们在地的特色。南投县我们不只是这个竹笋也好，或者是这个百香果，包括我们的茶叶，其实经由我们厨师的这个技巧，还有他们的改良呢，都能够把我们在地的这些的特产都能够烹调出不同的口味。配合着南投县有丰富的农产，北京业者展现着创意料理，甲在地食材做无同款的变化，让大家来吃出着无同款的好滋味。透过广阔地量，甲南投县烹饪商业农业工会做举办着特色人才推广活动，包括我们埔里县的我们百香果啦，这个茭白笋，还有我们竹山鹿谷这边，我们有一些茶跟笋子的料理哈，在都是显示我们南投在地的一些食材。啊，会中哈由我们潘理事长带领了我们八家非常著名的地方餐厅推出的年菜，也欢迎大家哈都可以到这些餐厅来参观选购，也欢迎过年期间大家一起到南投市来旅游。大公推广着在地特色年菜，南投灯会嘛正在办理，将在每年正月十四号展开，内容精彩丰富。柯淑华馆长邀请大家到南投铁佗、巡回灯、吃美食、泡温泉。我们一样会举办南投的灯会，吸引更多的人潮来到南投。那这次呢，大家非常喜爱小朋友的卡纳赫拉，也是会跟我们一起用透过无人机的表演，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非常的开心。顺势着每一间餐厅年菜，柯淑华馆长正欢乐，欢迎民众踊跃来选买，为了过好年。记者林信，采报道。